我知啊，今日咧，而家系咩节日啊？今个星期，我公平嘅，哥哥冇功课，我唔俾功课佢，因为复活节啊嘛，我出去玩下噶嘛。咁咧，我都唔俾功课你。不过如果练琴唔乖嘅话，我下堂就会留。练琴翻下，好啊，好啊 ，OK。好 ，OK。首先只脚唔准劈，哎，我唔记得熄机先。你同哥哥自打一齐啦，飘飘。OK， 好，等等。头先我想讲咩？系啦，我想讲咧就系我要听咗 scale 先，我要听咗练咗手指嗰啲嘢先。阿妹学咗几多个 scale？ 记唔记得？边两个？读俾我听个名。C major。你动你几多出声喎？而家动唔动？好，记得动要出声啊！我惊一阵闪亲啊！练咗先啊！等等，你呢？就弹咗两C major 有两个，右手同左手，右手同左手，跟住就系 D major， 啱啱上个星期讲嘅右手，得唔得？所以你总共有三个，咁你而家三个都要弹一次俾我听。首先唔用嗰只手咧，就靓靓女女咁摆喺大髀度，唔好乱咁摆，唔好乱咁摆，摆喺呢度，知唔知道？唔好摆喺个头度 ，OK， 记住。呢度係啦，最靚女嘅背脊挺直，手臂誒太直啦，又唔係跳芭蕾舞，你識唔識跳芭蕾舞啊？識啊！你而家冇學啊？我高登有學。邊度？高登。高登？高德根啊！邊個高德根啊？即係個地方名嚟嘅。係嘅，係東華山。哦，你而家咧？而家有疫情，系咪都繼續學啊？定係停咗？停咗一陣，咁即係疫情過咗之後就會繼續學翻噶啦。你好似芭蕾舞都有分考級噶喎，你有冇考級啊？唔係啊，即係仲有一個，之後唔係仲係K.B. 啊，而家一年班啦，而家我知啊，咁但係芭蕾舞冇繼續學啦。冇啦。哦，點解你唔學啊？其實女仔跳芭蕾舞好好噶，以前你知唔知點解我唔學啊？細個，我講個秘密俾你知。我而家好後悔冇學噶，因為嗰陣時我細個太肥啦。嚇？係啊，你咁瘦咧，跳嗰啲芭蕾舞咧係。個形態好靚嘅，你諗下好肥喺度跳芭蕾舞，好似個爆旋陀螺咁咯，似唔似啊？爆旋陀螺，我哥哥屋企有隻爆旋陀螺咧，好搞笑嘅，佢真係有個做身體喎，好肥咯。係啊，所以我就係以前細個好肥咯，所以我就學唔到芭蕾舞呢個秘密嚟喎，你唔好講俾人聽，咁肉酸係咪先？肥妹仔嚟㗎以前，雖然而家都肥肥地。係啦，冇你咁瘦，係啦，咁但係我就減。我識好多嘢嘅喎，係啊，我以前細個都中意食嘢，而家食少咗啲零食咯。我唔食零食噶嘛，我唔中意食零食。但係你就唔可以唔食嘢咯，你唔可以為咗減肥唔食嘢咯，你要食多啲嘢，因為你真係太瘦咯。我成日都話你太瘦。我成日失當平台，我贏咗哥哥嘅。啊，叻女喎！好，我哋翻返嚟啦。咁咧，頭先我哋講咗呢隻手要擺大髀，只腳唔準翹，係啦。同埋咧，我頭先鬧咗哥哥嚟，就係佢坐得唔靚，同埋咧佢一坐嘅時候咧，佢就撞到我個琴，係啦。咁咧，我咪鬧佢咯。因為咧，你坐得好地地，你點會無啦啦撞到個琴啊？你話會唔會啊？如果你坐得好嘅話，唔會噶嘛，你都未撞過。咁所以咧，你唯一嘅問題就係你只腳好中意翹住，咁你又唔使將佢咁樣嘅，唔使真係跳芭蕾舞咁樣嘅，唔使指尖墊地，你就放鬆咁樣擺就最 perfect 啦，最好噶啦。
得唔得？跟住你個人點行咧？只腳而家啊，如果有啲痕咧，你喺屋企可以拗，喺我呢度咧就忍下佢啦，忍忍。跟住或者你同我講，我知我只腳好痕啊，我可唔可以自己腳板底拗腳板底啊？可以咯，你唔好攞隻手去拗，如果唔係你去洗手先。跟住背脊挺直，因為你唔挺直咧，你就會拉遠咗隻手噶啦，咁你就會覺得隻手好似好遠咁。你啱啱挺直咗咧，啱啱擺喺度就 very good。咁而家我地頭我有啲動啦，我熄咗閂咗個窗先，你等我一陣。你如果人哋個考官講 C major， 你就要行 C major 啦，就係呢度 C D E， 跟住就轉過去啦，跟住就二三四轉二三，你肯定？冇錯。而家手上面有幾多張卡畫？唔知啊，計埋兩張。係哥哥俾你噶嘛？係咪？有三張。有三張係咪啱啊？因為你同哥哥撈埋一齊噶嘛，所以哥哥今日攞第三張卡，你就計係第一張卡。如果你攞嘅話 ，OK， 唔乖就冇得攞喎。佢頭先冇攞到，我擺咗出嚟。係啊，一陣你幫佢攞埋 ，OK， 記得提我啊。好，咁咧。左手咧就係、是、五手指喺呢度開始，咁你唔用嘅右手就係咁樣擺住，係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三、二、一，跟住轉四，啱，自己諗啦。你食咗隻手指，二、一，好，跟住三、二、一，翻翻轉頭，錯。系啦，好，跟住弹 D 啦，就系、是、上堂嘅嗰、那个，呢只手摆低，轮到呢个啦，呢、这个有难度啦，因为咧有呢一个黑键同埋呢一个黑键，得唔得？手指照旧，一、二、三，转，二、三、四，转，转。scale 的時候，你記不記得我講了個笑話？他會如果他一路彈 scale 過嚟呢邊的時候，他的身體在做緊啲咩？就咁樣咯。哦，跌啦跌啦跌啦！哎呀，阿妹幾時跌？嗱，我再過嚟啲得唔得？哎，係啦，即係話，如果你的身體一齊喐嘅話咧，你彈下 scale， 你個人就會跌咗落個琴凳度啦。佢就爭啲係咁樣嘅。係啦，所以但阿妹好好喎。頭先你用咗一個技巧，好簡單嘅技巧係咩啊？係啊，你個人點解你個手臂可以咁長嘅？就係俾你喐嘅啫嘛。我成日行山，我朋友行咗山，唔知佢咧扶住啊？嗰度有欄杆嘅係咪啊？嗰個山路係安全嘅係咪啊？冇㗎，菠蘿山嚟㗎。哇！你好犀利喎！扶住啲草要爬山。攰唔攰啊？爬完之後，攰啊！你好叻，跟住衝山落山，好叻哦！係全家人一齊去，爸爸都有去。爸爸冇去，我去過一次咯。哦，淨係你同媽咪去？我同媽咪、同我姐姐、同我哥哥做朋友。好犀利啊！你哋點解爸爸唔做運動嘅？因為佢成日好懶，唔中瞓覺同埋打機咯。哦，佢中意瞓覺多啲。但媽咪又會帶你哋去爬山，咁犀利嘅，我以為。我做唔係游好犀利，你真係好犀利啊！我都以為自己做好多運動，原來你媽咪仲勁喎，好勁！係咪日日都有運動可以做㗎？係啊，我日日踩單車同跑步媽咪又跟住一齊踩。係啊。
定係佢跟住哥哥睇？誒，即係佢都有架車嘅，咁總共有三架車。嗯。哇！咁踩邊度？邊度有得踩？小坑。單車勁。踩到。跟住就翻翻轉頭。係啊。好叻喎！你哋踩單車嘅時候會唔會戴口罩啊？唔會啊。唔會啦，因為。哦，即係如果行喺地嗰度就會戴翻啦。去超市做飯。哦，好叻哦！即係而家你要幫手去買嘢啦。我好欣賞你哋屋企啊！即係我覺得你媽咪好叻啊！真係帶你哋日日有唔同嘅運動，咁即係你喺屋企係唔會悶嘅，係咪？啊，同埋都開心嘅。最緊要開心。好。跟住咧，我哋今日咧就係彈個 D major 嘅左手啦。咁我都會寫埋俾你嘅。呢度，五四三二一，跟住喺上邊轉三二一，上邊轉四三二一。好，嗰啲喺嗰度開始，呢度開始，左手。今日我哋學新嘅左手，呢、這個五先嘅四三，你要黑鍵二一，跟住就三二一，跟住四。三轉得，未得，係啦，轉得，呢個轉得，呢個係個一嚟嘅應該，係啦，跟住就二三轉得，三四，係啦，識唔識自己睇？你自己睇一次彈啦。成首彈俾我聽得唔得？進步，但是呢我們如果這首歌完成了之後呢，我要你拍一條 video 給我的，是的，我幫你錄，今天不行，因為你還差一點點，我們要拍完之後給人看的嘛，所以呢就不可以有錯誤。有什麼地方要改呢？一開始呢你很好的，我給你tip你先，因為你又做得很精神，可不可以示範一下個手，即是那個力給我看看。
咯喎。OK， 要放翻喺手指喎。好啦，跟住呢個咧，呢個力都一樣。做得好好。好啦，跟住之後呢一度，我哋上次一起傾過，係彈完嗰、那個。一同二嗰一下係三，同埋要細力，係要立即細力，係。好，停一停，細力嘅呢一 part， 細力嘅呢一 part， 你唔中意唱歌定係你中意唱歌㗎？好，咁你聽我唱，佢咧係咁嘅，聽住啦嚇，係細聲先噶啦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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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佢係有變化嘅。我哋一直都係彈全部細聲，但係原來唔係噶，佢係有。大細大細大細，佢總共有三個來回大細㗎。你而家試下用右手彈俾我聽。哒哒哒，呢個係你應該用緊咩手指啊？好啊，你多次。大小都是不太明顯，我告訴你哪些手指要，這個細力，這個大是甚麼？是的，向上的手指就是大，大啦，小啦，大啦，小，向大啦，明白我的意思？ 你要分配好每一隻手指去用啲大定小，今次就不是用句子了，今次是每一隻手指都有不同的效果了。來多一次了，首先是小啦，是啦，是啦，這個你負責小得的了，因為你還有後面那幾個音在手，所以你不用擔心它，你普通小力得的了，你這樣行不行？它還有三個音嘛，是冇錯，是啦。咁你明嘅呢一句你要點做咯？大細聲你要係改變咯，即係呢度點啊？漸大漸細，漸大漸細，人哋寫咗俾你噶，不過我哋之前冇講啫嘛。見唔見到？見唔見到？好，跟住之後呢一個力都做得幾好嘅，你俾個力我，加埋個右手，係左手係啦，大力。好啦，呢度我聽到有問題出現啦，係咩呢？你係呢兩個太要平，噹噹噹噹噹，你唔記得大聲嘅呢個，唔係第一句，第一句你擺錯位，可以大力的，大聲的全部都。三，要即刻過去，即刻過去，唔好收埋。Thank you.
科要改咩啊？阿妹，你明唔明要改啲咩啊？你逐個逐個點講俾我聽。第一，你彈呢一個嘅力咧係做得好，但係你要實放翻左手嘅手指出嚟。跟住呢一度細聲嘅句子，有幾多個大聲嘅來回？幾多個？三個。三個。最尾嗰句係最長，咁你要諗下我點唱啦。你唔中意唱噶嘛？你記住我點唱。你呢一下呃得太大力，係做得好，但係太過分。佢嘅延續嘅聲得唔得 ？OK， 好。然之後呢一度係一個小問題嚟嘅啫，小問題嚟嘅啫，唔係好大。就係咩啊？唔夠平均。你係咁嘅，你係咁嘅，你自己唔知係咪咧？你以為自己彈得平均係咪？冇錯，記得要平均，知唔知道？呢個小問題嚟嘅啫，唔係太大。然之後咧，去到呢度都是一樣同一個問題放手，呢度三段 volume 你要彈出嚟，你明我講咩？搞掂曬之後，下堂可以錄 video 呢一個 ，OK？ 整咗喺嗰個橡筋後面唔係好舒服。好，呢個改翻呢個得唔得？非常之好，好啦，冇大問題，小問題就有一個、兩個。第一個咧就係呢一度咧，每一次咧，嗱呢一首歌係好講時間噶嘛，一二三，一二三接住噶嘛，係咪？呢度你唔使講嘅，佢安排咗呢度俾你噶。佢安排咗兩拍俾你噶，全部都。哒哒哒一。二或者哒哒哒一三哒哒哒一三，你通常俾咗一拍半佢。我頭先自己數嘅時候，我心裏邊陪住你彈嘅，你就俾咗一拍半佢，其實少咗嘅，即係少咗五毫子。咁所以你如果數清楚，你彈落去嗰下係二，跟住你俾多個三，就準好多啦。咩意思呢？一二三，一。二三，唔好咁趕時間，即刻飛去後面，因為你呢個要 hold 足半拍俾hold 足兩拍俾佢。我唔會俾你踩 pedal 嘅，因為你踩咗 pedal， 你會影響成首歌嘅聲音，唔可以用呢個踩。你要係啱啱數足飛得準，嚟多次。一、二、三，嗱，你係咪少咗半俾人？係咪少咗半俾人？嚟多次。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。好趕時間啦，踩錯咗 ，OK， 再嚟個，係啦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，一、二、三，係啦，呢啲都係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系啦，呢个一同二，好啦，呢个系第一个小问题啦。唔紧要，呢个你可以再练，系啦，我唔介意嘅，系啦，你自己知道就得啦。第二个小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头先好似冇将个大细声好明显咁弹出嚟，你知道佢系大呢个细个，我哋知噶嘛？我同你讲咗佢系回音嚟噶嘛，系咪？但系咧，远在嗰边嘅朋友仔听唔到，假噶吓，
冇人噶，即係嗰邊嘅人聽唔到喎，佢覺得你好似一樣嘅大細聲喎。OK， 咁即係話你俾人聽得出，真係要大聲啲。嗱，唔係細到冇力喎，唔係摸喎，係要有聲嘅喎。OK， 三，唔係呢度要細，呢度要細，大。係啦，嗱，呢個唔緊要，因為咧你已經好叻㗎啦，即係你可以即刻有個反應啦。另外你即刻知道呢度要轉手指，不過你係未夠熟啫啲手指，但係有進步，繼續練就得㗎啦，得唔得？好，彈左手俾我聽。我上次應該係有加左手俾你，但你記唔記得？唔記得，我而家講好冇？你等我一陣。一二八，唔係，除咗一二之外咧，你要睇清楚佢係咩音啊！我咪教你數咗嘅。Face 你識唔識數啊 ？Face 點串啊 ？Facebook 個 face。嗯，唔知乜嘢。F 喺呢度 ，A 喺呢度 ，C 喺呢度 ，E 喺呢度。不過佢就冇 book 咯 ，face 咯。咁跟住我繼續向上咯喎，呢個 F A C E 啦，但係佢仲要上去噶嘛。咁就 E F 呢個係 G，A 呢個係 B，G 同 B 呢兩個。記住佢 ，G 同 B， 你而家擺，你係左手啊，係啦，一、二係大聲嘅，大聲嘅，一、二、三細聲嘅，冇嘢嘅，冇嘢嘅呢度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跟住就係一、三、五，知唔知係乜嘢？錯，吞。三呢度，俾埋個 sharp 佢，呢度，呢度係三五，係冇錯 ，hold 住佢啊！好似農夫嗰啲嘅音樂，農夫嘅音樂啊，可以喎、啊，因為咧嗱，每一首歌咧，我就唔係好有創意嘅，我唔係好識諗故仔嘅，你可以諗故仔嘅喎。農夫通常喺啲郊外地方嘅嘛，係咪？咁佢哋就唱下啲山歌噶啦。兩個農夫兩笪地好遠噶嘛，呢個農夫喺度唱哒哒哒哒，嗰邊個農夫就回音，跟住一齊唱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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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又得喎，可以喎。所以他們用的音樂和個聲音就像農夫咯，你說得對啊，我贊成啊，好，非常之好，好，來多次，你由這個最初初的位置開始先， G 和 B 自己玩，二、三，放手，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即刻轉，被我嚇親啊，沒錯，記得一、二、三，回轉頭，二、三，放手，一、二、三，嗱，呢個新嘅變身，睇住，保留翻呢兩個音，俾個 D 佢，保留，係，我放手啦，你自己認啊，一、二，即刻變咩身呢？呢、這個係，跟住就翻嚟呢個，明唔明？最難是哪裡呢？其實這裡的左手是難過右手的，我覺得，因為你要懂變身，這裡、這裡和這裡，因為你要變身變得很快，行不行？我數一次給你看， OK？ 那我這裡會拍著它的，對了，那跟著你看，看著了，一、二、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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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一二三一二放，因為第三拍是放三放，得唔得？係啦，我哋温咗佢。今日我哋有三樣嘢要做，第一樣嘢係乜嘢？第一樣我哋頭先講咗嘅就係 D major， 我教咗左手。
前面嗰三個舊嘢都要繼續練。邊舊嘢啊 ？C major 右手 ，C major 左手 ，D major 右手都要練。收到？唔使合手，分開兩隻手得噶啦。OK， 係啦。第二樣嘢咧，呢一首歌我哋講咗三個重點，兩個最主要嘅放手指，大細聲改變。小問題一個就係呢一度平均得唔得？改咗佢下個星期六 video。OK， 跟住新其實呢一首新歌咧冇教新嘅，因為舊嘢我哋要改咗佢。改大細聲，左手同你温多一次，得唔得？冇功課，但係你要練琴，收唔收到？唔練琴嘅話，下次會有懲罰，得唔得？好，咁你幫哥哥攞埋張卡好唔好啊？係啦，呢兩張你攞去啊。